没得发挥了，没得发挥了，真的是崩得太彻底了啊！虽然我们看宁王瞎子他的熟练度很高，要死了，哇，差一点，血池转好了，哇，这边这么拼的吗？个人能力在秀啊！哇，这个时候猎物上门的 Loken 丝毫不留余地，直接搜寻猎物，大招飞上前以后杀掉了这一边一个大招。但是这个时候队友赶到了，能不能够补充一下伤害？可以，永不复行，拉一下牙膏被杀掉。这个时候，吉诺刀妹又再度进场。对，而威西这边的打野是以控图为主，没有躲掉，被打了一刀，打一波直接开车了。火影这波做得很漂亮，但这波还要强杀闪现，有机会，哎、呦漂亮，漂亮，水银鞋吃进去。他们这波有闪现，还有进化，完全不慌。这波大手采集三个要反打了。这波要炸，感觉哇！第二季在干嘛？向东北，想要被抢还可以。贝鲁斯输出位置很完美，埃及神过来换兵，接脚被抬起来，发技！哦，危机要赢了。那打这波暗花还不错，苏尼这波打的，但是埃及后续的战斗力明显是要更强一筹。卢克在这边继续往前冲，他进去肉身当视野，这波要死啊！有进化，又回来了。哇，这太秀了！这也太不讲道理了。